一声令下就能帮你挤颜料的声控画架，一个眼神就能喂你吃饭的机械手臂。科技新闻系列报道，记者李增义带您了解政府科技局正测试的两项新研发，能够协助体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增添生活乐趣。扫描用户脸部后，机械手臂就能自动将麦片准确地送入口中。花了半年多研发的这款机械手臂，是为了帮助看护者同时协助多位体障人士进食，减轻看护者负担。目前我们研发的第一步骤是用按钮控制，接下来我们想用声音来控制，我们同时可以用眼睛来做操作，比方说他的眼睛可以看左。图提示一个动作，或者看右来提示他要做第二个动作。政府科技局目前已经完成了机械手臂第一阶段的技术测试工作，接下来将与志愿福利团体合作，让面对不同限制的体障人士尝试机械手臂，同时呢收集使用数据以进行机器学习，方便未来提供客制化服务。而他则是体障人士画画时的得力助手。声控画架目前虽然只听懂英语，但却能识别各种口音，按照用户指示挤颜料和调整画板高度。对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口足画家吴伟莲来说，声控画架大大减少了反复劳烦帮佣的需要，也让绘画过程变得更愉快。叫他什么好了就做什么好了，不用我的功能帮我按。对吗？按多少不知道，多高他也不懂，有时候啊，变成会有吵架啊，高太高，低太低，这个电的都不一样。目前已有十几人要求试用画架，当局将根据社会服务中心提供的反馈和需求，构建新的画架，日后也会提供维修和升级服务。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怡报道。